12日，吴尊晒出一组一家人海边冲浪照，并发文感叹道，我的生活真的离不开他们，让自己最开心的时刻就是跟他们在一起，所以只想跟他们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照片中吴尊女儿内内身穿泳衣站在海边，身姿十分挺拔，大长腿也很瞩目，还和小伙伴们一起吃 BBQ， 盯着烤肠目不转睛的样子非常可爱。而吴尊也晒出了和老婆林丽莹的自拍照，两人对着镜头微笑，画面很是甜蜜。